这次回来就是期待球场上的一些东西之外，然后就是更多的是我就是可以 focus 更多场外的就是事情，然后怎么样去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，然后去影响更多小朋友或者是年轻一辈的人，然后让他们就是感到 inspire， 然后让这个社会更多一些正面能量的就是事情吧。今天要去复兴乡的益盛国小，然后跟那边的小朋友是一起去学怎么做菜，因为听说就是他们很多那种小朋友都是阿公阿嬷带大的，然后爸妈不在家，有时候他们回家的时候就是吃的东西是不太健康，然后有时候他们有一些弟妹，然后也要负责他们的食物，所以有时候他们可能就做一些比较不健康，可能煮泡面啊。所以这次去就是借我这机会，可以让他们做一些比较健康的食物，然后也可以煮给他们，就是可能弟弟妹妹啊，甚至是阿公阿嬷，对吧、啊？就让他们有一个技能这样。你们谁要跟我打？哎，等下，不会吧？被哭了！哎，哦，下一个。
打球啊。今天就是很开心来到这边，然后可以跟小朋友一起打球。因为我也记得，就是小时候打球那种纯真的快乐，然后没有任何压力，然后看他们这样打球，跟他们一起，融入在这个氛围里面，我觉得是蛮棒的，对啊。然后看到小朋友就是天真无邪打球的样子，其实我觉得做菜比打球还要累，因为就是要很全神贯注在那种料理的烹饪上面，对啊。但是也算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经验，因为之前没有就是有过类似的那种烹饪课，然后跟小朋友一起互动啊，觉得蛮有趣的。最后想要谢谢益生国小的老师，然后还有所有的同学们，就是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我来这边跟你们一起同乐，然后就是从你们身上学到很多，然后谢谢，就是美好的一天，感谢。